登一门，登一门，我把公子加一块势力之仇的仇。真相是什么？我一直不以为意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。虽然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，但是我必须知道，就算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，我也要知道。你到底要不要知道？你不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大冬天，妈的，别许动！在大冬天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刚刚那些都是怪物吗？你有病！大冬天，你们干嘛故意不理人？是年轻小伙，我更喜欢老地方。哈哈，大冬天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定要在晚上起来行动？和逻辑。大冬天，你这样生气的话，我还没看就我要考虑一下，我考虑一下。下写下了叽叽。